今天有一些空高后啊，转到福气来，来俩节目嘅现场咯，今日八日好空间来报道嘅单元咯，咁来同大家讲到嘅俩嘅主题是系错过，俩错过可能唔会讲啊，想办法大家因为唔会那个太问题，但是呢，俩嘅出一救哦，也时间啊，帮救哦，帮抢的时些正经当地人讲，可能是系嘛个其他嘅啊，俩嘅镜头其他嘅偏咯，就是爱自家讲心头爱注意下。你下年啊，像俺转到俩节目当中，还提倡乡亲朋友爱打电话，就是咧利用俩下嘅时间打。好，过来呢，见比俩谈吼，杀下来我来留，恰意思，俺来满足嘅吼。所以俺你讲到俩个错嘅时节哦，有的人就哎呦，因错天天，不过有的人哦，错嘅时节天窗会有人讲他。一个有的是英国的所以就是他忘的有的就是他勤的哈。那讲到一谈一种的东西哈，昨天老太家讲哈，当然就上班哎呦出啊出出两三，几咩不有谈嘛？一谈算了，黑马街啊。其实哈，按当夜的哈，不时都有商谈出了。在里边干不干谈哈？有几种方式的哈。第一，去个商的喝凉水。喝凉水哈，还有皮水，我正常嘛有皮水我多留啊，还有习惯不死，有一些垃圾的东西捏灭，我一些的痰走出来哈，所以但是平常压这种痰嘛哈，这个吞喝凉都结结得来，好像也吞喝凉都结结得来，所以其实按照吞喝凉的动作哈，当夜都在做，不死都在做，不死都做，不死都做，只是说哈不偏加皮水量我增加。啊，个痰嘛，个器官的痰嘛增加，个时候家人都会想啊，要冇空用的，啊，到底要批出来要用的，啊，要用的处理。生来要批出来也是，哦，有的人都是，一下挨几只房间吼，就可能挨到伤口，一挨看天一样，一下讲挨到听一只音乐飞啊，顺风按到你也得，啊，都想讲一吞下去就做会得。一般来讲哈，吞下去是冇问题啦哈，应该都讲要做。吞口水的动作，吞痰的动作，其实人家都年都在做，当年都在做，因为 NAV 哈有胃酸，胃酸跟强酸，所有的细菌去吞下去，差不多都胃酸了哈，都吸脱的了，不然呢胃酸都散失了。但是有一种，啥东西都是结核病，哦，结核病很多讲耐酸的细菌，所以有一年哈，就结核病，我讲过除掉胃酸的酸来检查，还没检查有结核病。大部分的细菌都可以按吞下去，然后胃酸都拿去杀死。老是应讲到那个杀菌啊，因为强酸嘛，分解掉。但是结核病亚种，亚种杀菌就冇，平菌就冇办法吐诶，亚都冇办法。好，古时候长期有错嘅人啊，吼，喺讲一个，不过其实讲目前来讲，其实结核菌嘅一个平人结核，对讲啊，其按用嘅平来讲，其实菜。佮咩做唔得老痰配出来嘅，错冇？啊配到，啊配到嘅，切个卫生纸啊，包起来哈，啊丢到马桶里冲掉。佮按用都太鲁方，清清菜菜按用 P S 就会当麻烦哦。哦，佮都啊切个了，做自我管理啦哈，佮就是另外，哎对，佮就另外一个问题，还有一张问题都讲抽个痰的颜色了哈。通常清清的痰的话哈，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说。是比较没有什么问题，来，偏头感染的么？偏头感染、病毒感染，或者是正常的，好，不错。还痰黄不？哎呀，要按有都可能会有多细菌感染，都有问题，可能要用抗生素来治疗。要做用抗生素的哈。对，还有些都一定要请医生的啦。好，伊讲啊，再讲一个，伊讲因出油一个痰带血，我跟住我叫请医生的哈。也延长有天吧，中南的王小姐哈。嘿，那有嘛个问题？按摩 any 恰意思？我要请问医生哈，因为我已经咳了半年多，但是我有去台北国泰检查哈，是都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为什么我每次去给医生看，吃药以后，就是我吃了药以后，有比较好，但是隔几天没有吃药，他又会再咳起来呢？请问医生这是什么问题？要小姐，其实伢个问题，妈要西总，你到国泰医院一定有照过巩先没？对对对，巩先一定要正常的哈。对，一听要西总问题，其中的一种问题，大部分的偏眼了哈，都是鼻水倒流，鼻水倒流一般的医生哈，诊所耳鼻喉科全部都要宽了哈。听你有做过肺功能检查吗？
有哈，就讲正常的哈。对。那就没吸几杯问题。妈妈是高血压药的没哈？有，我有吃高血压药。哦，对啊，那你高血压药要去检查看看，因为哈。那我那个高血压要去哪里检查？没，我本个医生看啊，一般的讲啊，偏人啊都会很讲大药个帮我看，啊，全部要检查过。那我要去哪里给你看呢？好了，两位先生，看。老天把神挂脱哈，你这个啊，前面你的工作人员哈，真是你啊，一个哎医生那样哈，然后讲啊讲啊，真是就太提就提供可能问题还出到来哈，也还讲自家本身食了会错，还会错做二家家转去来问下医生嘞。对，其实我临床碰到都到轻度的轻度的问题，是微生的问题。哎，微生的问题。所以黑斑癌我举两个例子哈，微生的问题哈，大部分的医生都当胃溃疡的治疗。啊，本去动火微生的药个，买本去一酸水，其实啊哈，大部分病人唔咩溃疡，大部分病人遐因为溃疡以后一发炎以后哈，叫蠕动不正常引起。哦，所以讲自己啊微虫嘅一个蠕动嘅功能，发痛、痛嘅，就讲个消化嘅功能变唔好咧，对对，变差咧，故说咧啊，自己啊微虫嘅功能就冇简单嘅安好哈，所以卡唔冇安好嘅时间，当然自己。啊，一个所以消化各方面就变得很慢嘞。所以跟黄小姐的问题可能是，其他有安阳问题，但是某一积极处理，还有些阿边问题，要两种问题都有可能。让我想到一只部分哈，胃肠蠕动会很慢哈，也就那我有一种人讲的慢性病，或者血糖高的人，血糖高的朋友，咩可能会有一方面的问题？没有错，没有错，糖尿病啊哈，会引起很多并发症，其中有一种并发症都会影响到我们神经功能。因为血糖高会破坏神经的功能，而微虫的功能都会自主神经的功能，所以糖尿病的病人跟微虫的停动都较慢。嗯，好，微虫停动较慢，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容易干牙齿磨用臭面啦，臭面，东西又臭面又湿多，呀，微虫又功能慢，都会有很多问题。好，古说也容易干，有血糖高的问题哦，微虫唔好，应讲到一个牙齿又唔好，再讲臭东西又无法吐臭到暗面的时间，就哎呦，直接吞下去吞落肚的，吞落肚来讲呢，微虫的消化。韩国变得动漫哦，我也真是对一个眼神来讲，造成也负担。一下时间哦，非常做爱来提倡的吼，还讲按做会得吼，遐东西做下面的喂，吼啊，韩国二十的时间，按讲做在种下细的的喂，比如讲玻璃菜呀，也还讲到一般的果子吼，切下薄的喂，啊，伊就慢慢的按用生，不会做在对一个按讲到。消化也是讲，其实微虫填充来讲，就唔系安太负担。对，一般慢慢按个建议啦，哈。菜要切开幼一些的哈，煮开绵一些的，啊，老人家可以食的，嘿，各个范围之内去煮个菜，还真的没办法，也要有按照料理机啊，料理机哈可以要翻啊，要菜啊，要水果，全部可以打到，唔要光打到冬眠，又保持个纤维素，错，懂适合老人家来。哎呀，还讲无下讲，哎，煮到冬眠啊，吼，还有生人又唔食啦，吼，也就一只方法嘛，你就先炒炒诶，一般煮熟诶先拿起来，那我一滴咧，就慢慢的煮到下面底位，下落底位，安样就好了咩，吼，安样就太家煮多的是，吼，还个咩一百公天天，就唔会当麻烦啊，安样来讲到，吼，一讲出来吼，因头先我都转到一个痰的问题咧。哈，呀，生意呢上班哈吼，因讲到吼，其实讲每个应酬生意应酬的时间，有的生意去跌错啊去谈去就会，因讲错都批出来嘞。哎，有的生意去冷到的时间，像讲王牙自己的哦，王牙自来讲去，应该就无法吐的。一时间我就看到嘅，人哋做牙的，有的会用嘅一个吸痰器，好嘛？好，佮我用下机器。哎，谈讲系咪有的人要出家用其他方法？是用再去吸一痰，是怎样去做啊？无啦，迄个就是一只病人啦，佮讲吼，佮生人嘞吼，哦，三四四四吼，痰冲出啦，佮讲佮太太都安样，用专业拿给吸出来。我当然是不建议这样做的。大部分要个痰吼，唔会真的痰，生人的痰唔会真的痰，大部分的屁水。哦，其他皮皮水佮湿多，但是屁股湿多吼，佮多流下来，都在地方又冲出来。嗯，也屁股湿多，湿到屁股佮唔第二样易生屁呀。错。哦，所以你当我用按摩问题，喊唔晓得。大部分人哈，按摩偏人哈，当然萝卜黑有买一些
有卖有用品啊，专门来用蒸汽机啊，哈，蒸汽机，佮主要都佮本佮痰液发较水啊，哈，无按压，佮声音都较好出出来，所以有的父母会用化痰机啊，去增加它的水分了，哈，去稀释这个痰液，本佮痰较好，本声音的较好出出来，啊，有按压防渗啦，但是用拽啊，哈，它唔好啦，因为拽底部很。懂不懂到细菌啊？哎呀妈，唔会懂好嘅防渗。好，也都系按讲到讲不下有声音咧，吼，一个痰嘅处理，吼，一个市面好也有懂到种类，吼，一个那个化痰嘅啦，一个机器嘛，个吼，头先医生提到咧，吼，一时间头先讲到蒸汽嘅，吼，一个烧气啊，吼，烧气做得，先讲到留一个痰嘛，最讲唔会按结，吼，其实做得唔会按黏，其实做得用去间吞下气，也系讲吸出来也得，哎，也做。上到一隻水分的補充咧，喺個牙牙下水分的補充啊，一個牙要痰嚟講，係水分的補充要啦，係咩？啊有咩要幫助？當然，水分啊哈，其實哈，係真正的化痰藥嘅。市面上講嘅懂得化痰藥嘅哈，都冇實際臨床的證據。但是真正的化痰藥嘅都係水分，要美國。清喉嘅就係水。美國的食物那個管理局啊哈，藥品管理局哈，起碼證明。所以全世界大家都公认的说，水分多喝水都清喉会发痰药的。好，因为可以喝个1000cc、2000cc， 按照哈来发痰，按照会清喉啊。但是有的人都没办法按照三多水，对，所以清凉了哈，而且是水加是温热的开水较好，不是凉的。社会哦，老人温热的开水，人体的温度差不多的，按用做些温热的。对，水分补充给阿妈，唔会讲啊，一多都是一台币，都适合适合，慢慢的补充，平均去分布，让个水分可以平均的吸收较好，按用发痰的效果都会较好。哦，古说嘞吼，一个。化痰嘛，一定好的方法啦，就是你食滚水啦，吼，食滚水呢，按只讲吼，一个啊，食讲到温呢，哈，一个讲到啊，去了讲暖烧啦，我们温热的开水，按用比较好地位啦，吼，一只讲食一滚水是最好的，迄个还是甲本身有痰嘛，吼，还有保健的方式嘞，吼，先老太家来先讲一两种，按用的来注意一个保健的身体的保健，水分的补充，当然是体验啦，哈。啊，天医都会讲吼，都会讲你要反经啦，要注意啦。反经要注意。反经要注意。嘿，将来讲的办公室症候群，跟我去个讲的啦，啊，跟听人讲的，你要反经里面哈通风好不好？好。湿温度控制到28度，湿度60%。强冷咪做唔得。还有去清吼。强热咪做唔得。对啊，湿度太重嘛做唔得，太早嘛做唔得哈。你阿妈我养强都你要。反人家抽个问题，要保健都注意到反应啊，水分补充较多，还是清火的保健方式呢？好，也就是医生我来建议乡亲朋友嘅啦，吼，也得来注意到啊嘅啊本身也嘅讲出嘅情形啊，还佮也嘅痰嘅一个啊部分就会较好啲嘅。剩落嚟吼，也嘅出还有呢条话题，我哋留乡亲朋友讲呢。剩落了下哦，下听张哥继续来讲到。